在日落之前，我们赶车到了沙坡尾。以前读书的时候去厦门，还不知道沙坡尾有很多好玩的店子可以逛。这次去之前就做好了功课，看到很多那种装修特别好看的门头，就想去打个卡拍拍照。我喝到了这辈子最好喝的凤梨冰水，点了一个超好喝的，这个叫什么凤梨水，对，里面有菠萝凤梨，你加一个啊，然后这个叉子就能叉 OK。 还看到了很特别的风景，和朋友逛逛拍拍，一下子就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。